我一直都有食开益生菌的习惯，可能啲观众朋友都知啦，我系有湿疹嘅问题嘅。湿疹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免疫力出现咗问题，唔讲大家都可能唔知啦。肠道咧系人体最大嘅免疫系统啦，当中咧系有 70% 免疫细胞，所以咧加强肠道嘅健康咧，你嘅免疫力咧先可以提升。好耐之前咧已经有开始食呢个益生菌嘅习惯噶啦。除咗湿疹嘅问题之外，有一样嘢系最令女仔抗伤嘅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？当你去唔到便便嗰几日啦，你就系会特别容易去爆冲，毒素咧唔知系咪谷住咗喺肚入边啦，便秘再加爆冲咧，系真系会令人崩溃。你咧成日嘅心情就好似谷住咁，成日咧会想去厕所啦，但系咧永远都屙唔到，即系好似有嘢要去，但系永远都系去唔到，系会好崩溃。点解我会拉埋佢一齐食呢个益生菌呢？唔知道你知唔知啊？唔知道。我最憎咧就系咧，每次咧我哋出街食嘢啦，明明系食同一样嘢，但系咧你每次咧食完嘢十分钟之后都同我讲话，阿荣我要屙屎先，跟住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反去吧。佢唔系嗰种十分钟就会屙完屎嗰种，佢系根本我系试过等你咧超过半粒钟咧都未屙完咯，跟住我会 WhatsApp 佢，喂你屙完未啊？佢话未得啊，未得啊，佢根本系屙唔出去，跟住我系要等佢啦。我觉得呢个样嘢系好多女仔都有发生过嘅一个情况，系好烦。佢经常性啲男朋友同你讲一句嘢就系、是、我屙屎先。好崩溃啊！所以话男人最紧要系揾一个肯等佢屙屎嘅女朋友。所以咧，我今次咧就会拉埋阿乐，连续一个星期啦，都食呢个 Bifina S 心下型丹嘅益生菌。除咗便秘问题之外，有一样嘢佢系一定的，就是你发唔发觉你个假肚腩越嚟越大？绝对唔会，我仍然都系咁 fit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所以你见唔见到而家着衫咧，全部都系着啲深色衫，着黑色衫啊咁样。就遮住個肚腩，因為咧 Bifina S 嘅益生菌咧最直接嘅功效咧就係定期去便排走呢個毒素，輕縮便，減走假肚腩啊！同埋 Bifina S 徵求益生菌咧喺呢個日本連續24年嘅銷售 number one 嘅益生菌啊！仲有啊，益生菌咧其實係好容易咧被胃酸殺死噶。一般咧益生菌咧都有分兩種，一個咧就係比菲德氏菌啦，同埋乳酸菌嘅。研究顯示咧99.9% 嘅益生菌都有呢个比菲德氏菌咧，咁样咧先系有效维持身体健康嘅主要元素。佢入边咧系有三层内酸性征求技术，先可以确保到最少90%嘅益生菌咧通过胃酸直达呢个肠道，先能够发挥功效。一日一包，食用方法都超级简单，好似啱先阿乐咁，倒落口度之后咧用水冲咗佢，但系咧一定要忍住，唔好咬爆佢入边嗰啲征求黄色嗰啲征求，咁咧先系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噶，同埋要用暖水去。送嘅，咁你覺得係咩味？佢係一種甜甜地嘅檸檬味咯。其實我覺得係好好食咯，同埋咧，佢係勁方便，係唔使30秒都唔使啦，就可以咁樣食，係好輕易，每日可以維持到腸道健康，真係超多好處。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大家好值得投資嘅嘢。食完大便咯，我又要再食一食 Bifina S 徵求益生菌。咁啊，即係你食嘅，因為你今日已經食咗兩包啊。我哋拍呢個一星期嘅 challenge 之前咧，我哋已經係食超過咗一個星期啦。因為我之前已經一直喺度試緊呢個 product 啦，用後感咧，佢係令到我每日都可以去廁所，同埋咧係去得勁暢順。我之前可能係噔噔噔，而家 boom， 我唔知點形容啲便便係好完整啦，覺得好暢順、好舒服咯嗰種感覺。點啊？我而家屙屎嗰個作息係正常咗，有規律咗，就唔會話不斷屙爛屎啊嗰種。咁佢服用一個星期咧，佢就可以幫你定時咁樣去便便啦，又可以好暢順咁樣啦，清縮便啦。服用兩星期之後咧，胃氣胃脹嘅問題又會有改善啦，可以減走你嘅假肚腩，消化系統都會好咗嘅。每日咧都 keep 住食一個月之後咧，皮膚咧狀態都會有改善啦，同埋皮膚嗰啲敏感啊、濕疹嘅症狀咧都可以改善。最重要咧就係腸道咧都會好健康，可以提升呢個免疫力。好推介大家食用益生菌咧，覺得益生菌咧都係好重要，因為咧腸道咧真係人體最大嘅免疫系統啦。如果你腸道健康咧，成個人都會健康好多嘅。